Hello， 大家好，我哋系剧室卡式大乐团，我系主音 Yolas， 系我系低音吉他手同埋 programmer 嘅 Johnny。呢首歌是我一次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写的、嗯啊、基本上我就将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不是，其实你是很喜欢东京，我是很喜欢，都是东京 的地方来的，你比我可能会写大阪那可能下次会有无限旅程2啦，那我们可能會去第二啲地方啦。喂，咁但係成個日本都仲有好多地方嘅，我都好想去。係，你加油啊！個旅程係無限嘅，講明。喂，你加油啊！你寫多啲。所以我諗唔止日本嘅，我諗可能可以，希望可以環遊地球，環遊全世界啦。係，咁梗係啦。係啊。係啊，即係如果有睇過《Bucket List》嗰套戲咧，裡面就係講緊啊，喺佢嘅有生之年，佢會有一張嘅清單，嗯、自己喺臨終之前有啲咩係要做嘅咧、嗯，然後睇下即係可能差不多夠鐘嘅時候，就睇下自己完成到幾多樣。嗯、啊，我又冇諗過呢樣，即係其實我都仲有好多地方會想去，係㗎。如果真係有啲會講真，你唔去。你不排除自己會不見了，是或者去到已經變了樣子。這首歌絕對是我一次去東京的寫照來的，我因應我去不同的地方，在那裡感受的不同的一刻、嗯、而寫出來的。當然開頭我有一點是有一點劇情化一點的、嗯、因為、在我出發之前，其實我想跟一般的打工仔一樣啦，咁我哋日日都翻工，咁其實日日都做到外，日日都係做啲好外版嘅工作。嗯。咁所以我就將個劇情變成係可能我可唔可以即刻掉走我件西裝，我就用我 lunch time 去發一個白夢，去一次旅程，嗯、去一次自己中意嘅地方。嗯。咁喺個歌詞度我是咁樣去編排，咁可能因為我寫得太淺白，所以我一俾你都唔使講解，你即刻可以意會到成首歌個味道，咁你就唱咗出嚟啦。哇，老練啦、啊！我根本上我已經過咗嗰一種慢慢釘嗰種階段，咁我當然都開心嘅，即係始終係一個自己中意嘅地方嘅時候，見到咁多歌詞，咁多地方可以塞到落去嘅，係咪？係啊，嗰下我覺得都幾搞笑嘅，即係你冇諗過，即係雖然係難唱嘅，嗰下就哇好叫下喎，即係但係嗰下嘅叫口唔係話喂特登要寫到啲字好陳腔濫調或者點樣，而係咦真係地方嚟喎，係真嘅喎咁樣去難唱，因為嗰度同埋啲速度快，嗰句 melody 咁，但係冇問題啊！即係你成個 mood 又開心，即係自己又中意嘅地方又開心，歌詞又開心，所以係啦。是的、okay， 我落筆寫是的，我落筆寫的時候，其實我一路寫呢，我腦裡面呢其實呢是有那個場景在，即是有那個畫面在的、嗯、到這家出街的版本其實都有點不同，都有幾有不同，因為我初我記得我給你 demo 的時候我都比較 rock 一點的編曲，其實基本上這麼多首都是因為本身我哋都唔係，即係最初你俾 demo 我嘅時候，我哋都唔係諗住要電子嗰種嘢，而係純粹未諗到，係啦，即係只不過我哋之後就喂劇 set 出現，我哋先再將佢，不如我哋要將咁多首歌，係啦，咁多首歌我哋都要擺翻我哋依家有我哋咯，嗯，係。同埋我都將我所有本身我嘅吉他 track 咧抌曬，我抌曬所有吉他 track， 咁就留俾一個我哋嘅好好嘅拍檔，嗯，阿涛。咁基本上我哋首都係有未三首有三首有涛歌，
有偷過加詞的、嗯、即是但是 live 的時候會手手都加詞的、哦、是啊是啊但這首他給我那個、他給我一條 track 我呢我是很驚喜的我有驚喜、嗯、因為 我刻意我抌曬我的吉他我、嗯、那個吉他 solo 是本身有的、嗯、你喜歡就肥啦不喜歡就有他啦、嗯自由發揮啦。咁、嗯、當然嗰陣時候我已經將、program 嗰個部分誒同埋所有 synthesizer 部分我都已經做咗、嗯啊，純粹抌走曬誒啲吉他 track。嗯，佢翻嚟嗰陣時候我一聽，喂 ，U2 喎、哦。嗯。好，我記得我即刻回翻佢，我話哇個感覺好 U2， 我因為我覺得好似 U2 pop 嗰只碟嘅時候嘅 edge， 佢玩咗啲吉他。的感覺、嗯、雖然他沒有刻意去想過這些東西但有時候這些我想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間的化學作用、嗯、即是他、啊、即是我估不到他會在這首歌上會用這個形態 去演奏出來但是夾下去那個化學作用挺好我覺得那個感覺不錯、嗯、感覺良好嗯来，这关。